我们要找的地契就在这里面。 机关吗？太沉了，推不开。这道门用人力是推不开的。大道循环，想要收获，就得付出。 这关隘就是你们与我的界限。符文对应人命，只有符文尽数熄灭，师门才会打开。难怪他要出手相救。原来你是为了把我们留下来，成为你最后的对手。是啊。 能在这儿遇见你们，且替我省了不少麻烦。还剩两条命了，是你们来选，还是我来选？陆生，这条血海誓山铺设的修行之路，你真的走得下去吗？好，那看来得我来帮你们选。 还剩最后一条命了，选谁？选你自己吗？ 天星坠落。
带来了这把绿铜残剑。师父说能者在技不在形，取天之子不可辜负。你也一样。你能把赌注都压在我身上，就不怕一把输光吗？如果你输了，还有我呢。走吧。你看到了吗，父亲？是我赢了，底气在我的手里，是我赢了。我陆生才是陆家的天命所在。